如果今天五包都一样的话，我撞墙。Hello， 大家好，我是不专业开箱的哈，今天我要来开箱。前几天在全家看到新的福袋进货，这次的福袋跟以往的前几天的福袋不一样。之前的福袋是全家100块的金珠福袋，这次是199。哦。199的金珠福袋，然后还蛮重的啊，所以里面应该蛮多东西的，不知道会不会跟 7-11 的199福袋东西差不多，或者是比它更好，我就来开看看。哇！我刚刚一下刀，我就把我的身份证切成两半了，这怎么办？哇，结果嘞是啥？哦，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是扫 QR code 就好了。哦，对，扫 QR 好写。然后里面这边有一个福袋，所以它到底是干嘛的？那应该是看有没有，这是看有没有中奖的吧？我们先来咪牌。不要吧。你看到了吗？我还没看到。那先不要看啦。不忙。等一下等。好了好了好了。看完再看啊。所以等一下我下刀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再把一些东西剪坏。嗯。然后它里面的东西好丰富哦。有什么？你知道吗？我这样看进来，我给你看进来，它超满的。我先不要拿出来，它就这样。哦。超满的哎。感觉好像很多小东西。对。是。日本北海道的玉米浓汤饼干，这一包应该30-40块有吧。再来是超大葡萄干，哦，是的，超大葡萄干，没吃过呢，没吃过哦，这包应该也是，这包20块，它这边有写20块，这个是酸奶洋葱口味的那个。波米脆，这个，波米脆，你有吃过吗？没有，那什么，洋芋片吗？不是，它是那个圆圆的那种小饼干。哦。对。再来是这个。我以为是卫生棉。没有，每次都在卫生棉的，这个又不是康士美。如果想知道卫生棉这个梗的，要去看一下我康士美的影片，好不好？这个这个这个饼干，这个基本上很好吃啊，都很有名的。对、啊，这蛮贵的哎、欸。对啊。对啊，基本上是30-40块。在75加巧克力。那个一个也蛮贵的、啊。对。那是什么口味啊？就是那个巧克力，浓浓可可，超浓可可。哎、欸，我没，那是新的吧？日本北海道的。哦。这个也是日本北海道的特浓奶、特浓牛奶的那个巧克力。你是77的。这个原味豆。这个也不错啊，对，这个也35块一个、啊、绿色的豆豆，对，然后跟一个湿纸巾，哦，哎，湿纸巾，你吃完嘛，记得擦嘴巴，好不好？最后是饮料，它里面有一个冰镇，冰镇20-几块，哦，所以这20-几嘛，30-20，这边就70，这如果一个给它算10块，这样90，这个也30。140加30，175，就差不多啊，这些东西都打平了，差不多有这个价啦。好，这是我们的第一包，我们来开看看我们的第二包，先把我的战利品移到旁边。等一下会堆满，你把它收到袋子里好了。好吧，先放下面。第一包饮料你可以先摆旁边，饮料可以先喝一口，脆搭啦。哦，这次很小心，哇，一样就是礼品卡跟那个福袋的这个我先拿起来，然后他的第一包我看了有点难过，为什么呢？我们快速带过，因为差不多一样，它一样是玉米浓汤，但是口味不一样啊，口味不一样。刚刚这个
对不起，我错了，口味是一样的。赶快啦！这一样，这都一样，原味豆。它好像比较小，是不是？对，一样。哦，一样。薄米脆。该不会这包就一样的吧？对。一样啊。这个有没有辅导单？湿纸巾，重点是连冰镇都一模一样。哦，那一样。这我已经第二包了嘛，一模一样。然后我之前在开这个影片的时候，我有跟我朋友说过，如果今天五包都一样的话，我撞墙，我就不相信我五包都开一样。认真，认真，我认真。哎，撞墙哦，我觉得要送你去医院。如果五包都一样，我不要，我撞这个。哦，那个也撞墙啊。我撞三下，好不好？没有，五包都重复，我撞五下。看你这个脸，其实我真的要撞墙哎！不然干嘛真的那么帅吗？哎、欸，我不想一直吃一样的东西。哎、欸，哎、欸，一样哎，看。哇，好难过、哦！哎、欸，他给我两只，哦哦哦哦，啊，还是一样啊，有一个不一样啊，多一只。我可以不要撞墙吗？我突然觉得我撞墙的几率大大提升哎、欸。我在怕的是他那个福袋。送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我可以不要再拿出来了吗？看这个就知道一样啦、啊，看这个，真的一样，真的一样啊，真的一样。最后一包了，啊！快速带过，快速带过。我有点紧张，但是我觉得。这应该不是我的问题。为什么都是一样的？五包哎、欸，五包哎、欸，太扯了。为什么别人可以开阿华田，我就全部都开一样的嘞？对啊，为什么？而且我同一家买的，我还随机抽哎、欸，我可能我左边抽一包，右边抽一包，中间抽一包，后面抽两包，然后结果全部都是一样的。我真的有这么带赛吗？还是就是要告诉你，其实你拿一整排就好了。还是他是要告诉我，我拿一箱就好了。这次我买的时候，我也是不知道他到底里面在抽什么，我只觉得，哎、欸，福袋出了，我就买了。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大奖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开第一个，说不定大奖是自己台车。二到八奖一切会顾，然后这是头奖专区的序号，所以他还是秉持着之前全家的那个序号登录方式来决定到底有没有抽到大奖，然后一样二到八奖也是。就是上面就跟你写，因为就是你说的。明谢惠顾。这五包啊，我抱回来已经有四天了吧，所以不要绕口，至少要中个二到八奖。明谢惠顾。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它的普奖专区是有必胜客啊，还有一些肯德基啊那些，所以基本上它都有优惠专区。
谢惠顾，感谢惠顾。最后一包了，我怎么一点都不紧张？我心里已经有一个准备，就是这张是你结的。林谢惠顾，说不定我们会中头奖，所以这个还是要扫几个 QR code 去兑奖。好了，今天我们的全家五包福袋都抽完，但是我还有另一个东西要开。是什么？是我弟不知道从哪里拿来的，是哪来的福袋，怎么包？好吧，就反正都已经开五包全家了，那就一起开吧。泡茶，我旺宅小馒头、啊，我学长好久没吃这个，学长，看到这里会不会打我？什么我学长，你讲啥？番茄鲜果干，哎呀，然后跟那个旺旺来的抽奖没了，还有口袋饼，跟一只棒棒糖。好可爱哦、喔！我看看，那它棒棒糖是上面有一个猪图案的，好可爱、喔。哎呀，好可爱哦、喔喔！这应该不便宜吧？好可爱。对啊，好可爱啊！这个不袋是100啊，这边总价值也应该一定超过。这个就20几了嘛，这个应该20几、30几。我突然觉得买来很不好用。我会开心一点、你是冲着这个棒棒糖开心吧？这是他的福袋卡，我们就打开看看这是什么吉奖。不要再美式咖啡买一送一、哦、好了，新年快到了，然后先跟大家说一声恭喜发财，新年快乐。那因为我最近忙搬家嘛，所以影片稍微有点难产，所以请大家见谅。虽然我名气不是很高，再来就是我要抽这个蓝牙的喇叭，这是一个大路哦。它支援蓝牙功能跟 USB 盘，然后它的那个 SIM 卡插进去，就是内存卡插进去，它也可以播放。然后这颗我没有拆封过，这颗要价多少我也不知道。然后它是黑色的。全新的，我这没有拆封过、哦。然后它的外观有点潮湿，就烂烂的，所以请大家见谅。那这次报名的时间就是到2月9号，报名方法就是在下面留言说，我想要抽蓝牙喇叭，好好恭喜发财，新年快乐，嗯，这样就可以了。那么长？哪会很长、啊？过年快到了嘛，然后我会在。活动截止的后面那一天公布我抽奖的影片，然后请那位抽奖者跟我联络，看要怎么把这个奖品寄出这样。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如果喜欢影片可以帮我按赞，并且帮我按订阅，如果有什么想要看的可以在下面留言哦，如果做得到的话我就会去做，然后我是好好的，拜拜。